想用部抽濕機咧，但啲電視又太短，揾唔到位擺，又亞訂喎，啲衫又未乾，陣間又要翻工，都唔知點算。你知唔知咧？而家啲抽濕機咧可以裝喺天花板噶啦。唔係啊嘛，你咁背噶，呢啲新科技你都唔識。我真係唔知啊，開天花板都得。得噶。香港地少人多，加上气候潮湿，位置省空间，具备干衣功能的天花抽湿机非常适合香港人使用。这类型的抽湿机只要安装在铝片架天花上面就可以了，美观又不会占太多的空间。而且这些抽湿机可以一物多用，除了可以调校送风角度和时间之外，更加可以达至干衣的效果。部分抽湿机更具空气净化、防霉和抗菌的功能，适合有小朋友的家庭，令居室更加之健康和卫生。都话你冇介绍错啦，而家又悭位又干到衫，仲唔使搵电线添，唔使擒嚟擒去，果然冇介绍错。正是咧，依家啲天花抽湿机咧有自动排水功能噶啦，晾张棉被都仲得，唔似以往咁要自己倒水。如果冬天冲凉啊，仲可以开埋暖气添。下一集会介绍 IP cam 同埋一啲室内嘅 BB 措施，有小朋友嘅你一定要留意啦。